这是拍摄吊坠时最常见的问题，吊坠立不住，场景难看。别着急，只要一张 A4 纸，两个一次性杯子，一双一次性筷子，轻松解决。先将 A4 纸对折，手指轻压一下，将一面立起来，再将一次性杯子放在 A4 纸两侧，将筷子放在杯子上，然后用蓝丁胶粘在视频中我放的位置，最后将项链固定在蓝丁胶上。再拿一张 A4 纸补光，按下快门，然后我们再加入一个手机手电筒，加入光影，画面更高级。最后，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拍戒指，零成本道具，轻松拍出珠宝大片。